今天我们来看一场 PK 3.0的捷豹 F-Pace 和蔚来 ES6 运动版。除了咱们这个节目，估计没有哪个二手车买家会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比的吧。但整个视频看完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辆车还挺有共同点的。捷豹的 F-Pace 很常见，但 3.0 六缸机械增压的大 boss 那就不多见了。这台车是2017年上牌2018款 3.0 SA 四驱 R-Sport 运动版，二手价格 19.69 kW，目前里程刚过90,000大关，成色过硬，骨架完好，内饰品相尤其突出。而 ES6 是2019款420公里运动版，北京牌照，2020年上牌，跑了80,000公里，车况也是没啥可说的，目前二手价格19.89万。两台车都是中型 SUV 啊，但 ES6 明显比 F-Pace 大了一圈，尤其是长度，领先了10厘米左右，但轴距的优势其实只有2厘米。不过因为 ES6 是纯电车型，没有讨厌的传动轴，后排体验要比捷豹好很多，正襟危坐或者葛优躺，它表示压力都不大。但 F-Pace 就不同了，腿部空间一下子小了很多，但坐垫的长度的确很长，对大腿和腰部的承托非常给力。如果是正襟危坐的话，它的体验也不差，但是要想在后排干点啥别的，哎，我看还是算了啊。虽然空间上吃了点亏，但是论造型，捷豹那可是没输过的啊。机舱腰线都极为的饱满，虽然是个尺寸不小的 SUV， 但是它的跑车的感觉非常的强烈。而相比之下 ，ES6 的这个运动感嘛。打开车门，两台车其实有很多共同的特征。虽然捷豹是老牌豪华品牌啊，但你架不住它玩的花，它的设计一直算是引领潮流的那个级别。放在现在看啊，它的设计也是很讨喜的，男女老幼一概拿下。你再细品品这个用料、这个做工、这个音响，咱的确没啥可挑剔的。而蔚来呢，虽然它是一家新势力的厂商，外观也有自己的特色，但是在 NT1.0 的时代，它的内饰设计还是非常接近传统豪华车的，从用料到设计，方方面面都是如此。当满世界都是大连屏的时候，它这块竖屏告诉你什么叫做克制。当然啊，跟 F-Pace 相比， ES6 依然算是一个大屏怪。有一个细节，我的观点可能跟大家正好相反。北京站这台 ES6 选装了4900元的 Nomi， 一些操作我们直接用语音控制就行了，非常的好用，非常的方便。但是我觉得 F-Pace 更胜一筹，它更加的方便，因为人家虽然不是很智能，但是它有很多的实体按键，很多操作我直接摁就行了，我连嘴都不用张，多爽啊！我们看一下内饰的细节， F-Pace 的内饰成色我觉得是非常的给力，看不出来是90,000公里的样子。我们光看座椅、扶手、门板的成色，我说40,000公里估计大家也都相信。副驾驶后排的成色那就更不用提了，基本上就是没用过的样子。就是这个方向盘被前置组换成了碳纤维材质的，手感还不错，但是车内其他材质主要都是软软的皮革，这个风格呢我觉得不是很大。ES6 的成色也很不错，蔚来在一些容易磨损的地方也做了加强，属于耍了一点小心思。前车主还给大屏贴了个膜，但是他显然没有通读说明书，只贴了一半他就以为自己完工了。最后啊，我们来聊聊驾驶这个环节，咱们燃油车车主可要支棱起来了啊。我们都知道电车加速很快，这台 ES6 零百加速5.6秒，但是咱们这台 F-Pace 毕竟是裸车70万的那种 F-Pace， 零百加速也能达到5.8秒。不过捷豹的加速感觉是线性且收放自如的，而 ES6 在运动模式下初段加速度那个太大了啊，感官刺激极为强烈。在悬挂的性能方面，捷豹的品质也更加的优秀一些，没有什么多余的回弹，弹簧的支撑也非常的足，车身的响应也符合我们对捷豹车子的一个预期。而 ES6 的表现，哎，这里必须得说一下，就是 ES6 它不如捷豹，但是人家的硬件其实是非常给力的，而且还能 OTA， 其实真实表现我觉得还可以，比很多新能源车表现的都要更好。之所以败下阵来，并不是蔚来的工程师不努力，而是捷豹 F-Pace 太给力啊，这可是捷豹啊，同级的尖子生 BBA 来了都不一定比得过。从行情来看，两台车也是针尖对麦芒，最便宜的 3.0 F-Pace 可谓跌到谷底了啊，20万的预算轻松拿捏同年份各种车源，我们这台19.69万的高配版算是行情价的底部，性价比非常突出。而 ES6 车龄更短，里程相差倒不是很大，但是因为它的起售价格低很多，所以反而显得更保值。这种买断电池的 ES6 二手行情是20万左右就能够拿下的，但是如果你预算更紧张，想要更便宜的 ES6， 估计只能看看租电池的版本，或者是里程更多的车源。不过里程多就多吧啊，因为蔚来能够换电啊，所以电池损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蔚来车主的考虑范畴之内。但无论怎么说，这俩车都是贬值很凶的那类车，贝斯首任车主毫不含糊，这样的二手车买起来那真要一个过瘾。咱们这个视频的确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，捷豹 F-Pace 和蔚来 ES6 那个客群可谓是泾渭分明的两伙人，但是你拉个清单细看看，这俩车还真是棋逢对手。
可能这就是时代的不同吧。燃油车的绝唱，对位新能源的先驱。看视频的各位老板，你更喜欢哪一台？评论区里说说呗。